通缉犯在被通缉前呢，更改了身份证字号，这通缉令上记载的是旧号码，竟然真的让警方查不到资料。台北市有一名魏姓男子，他就是借此逃避查缉；而在台南呢，张姓女子也改名哦，她换证躲了好10年左右，还好原警呢很细心交叉比对才查缉到。不过呢，这个改了身份证字号就查不到通缉资料，不要说是警方了，任何人都会觉得好奇怪啊。